数据了。对，好。哦，是哦，因为我是有时候会骑去爬山啊什么的，我就想说穿整件轻松的衣服就好啦。哦，好啊，有这个哈，肩膀。以跌倒来看的话，都是肩膀先着地。那你竖坐这里，你不可能这样挡嘛，这样挡这里会更严重，所以这个要保护。所以建议你要看一件衣服，参考而已嘛，好吧？当然你可以买护肘，可是护肘现在缺货，我护肘性的比较好。肩膀、手肘都有，这是第三哦，有吸收撞击力，所以这是从这里拿起来的。那这是耐磨的布哦，好，所以说受到撞击的时候，有时候会翻滚的话，这个耐磨的布会保护你。这个衣服穿起来很轻松，不像车衣啊，休闲轻松，穿起来没有什么负担。这不会很难穿呐，哈。很好穿啊，你先外套脱掉。好。它轻松，它休闲，它穿起来没有负担。哦，还蛮重的。变成我爬山，我就还要另外再带，这个应不可能穿上去。好，所以护膝你可以先带，那以后你还会再回来买护膝。因为你这样速速来速去哦，以后你会觉得麻烦是不是？好。对，没有我。所以如果你要等护脚，因为我可能会骑比较多那种林道啊、农道还是铲道这种路，然后我原本是想说，怕那种低速滑倒的时候摔下去就很大洞这样子，所以我就才会想说找个护肘的。可以，那手肘的材质跟那个护膝的材质一样。对啊，这样像这样我就对啊，变成说好去露营啊还是干嘛的，他就多一件这个要带着。对，没有关系，就先给你体验。那如果你要护肘的话，就是过一阵子可能会有。目前是没有啦哈。目前是没有。好好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好，我再考虑要不要买衣服。之前去五届的时候就觉得没有护具实在是不行，那很可惜，刚去台中骑士馆的时候没有找到要的东西，等下去横浜越野看看。 Google 地图上面看到横浜越野是专门，它是专门在做越野车相关的，那可能会比较适合我。停这里可以吗？好。哇，你们外面挂三叶的牌子哎，三叶的牌子啊，我以为是，我看那个街景地图，你们是原本是挂横浜越野而已。我想要找那个就是护膝跟护肘，护膝跟护肘，对。因为我比较常去，就是可能林道或是铲道那些地方，然后怕摔倒的时候比较保护的东西哈。那护肘的话是推那个，因为这个比较好带，也比较多人能接受。Kenny， 好了。这叫什么名字 ？Kenny。Kenny。对。Kenny。好了。好，那我试一下哈。就直接这样穿进去就好了哈。我们自己穿的话也是穿这种。对。哦，它真的蛮舒服的。就是我不小心滑倒这样。是它都可以保护这样。然后它这个就是看你里面，平常你骑车看里面有没有穿一件滑衣，还是我不太对，我有时候都会穿，就是像有时候骑去登山啦，然后就会直接穿登山的衣服，比如说这一件我就蛮常穿的。OK。就可以这样，就直接穿在外面。对，啊，有时候如果也可以穿在里面，再加外套嘛。对。好。是另一款的吗？对。好。脚的话就是可以跟着。脚的风格跟护肘差这么多？对。只有这个颜色。它目前是它这个颜色，哇哦，好，好亮！它有别的颜色，对不对？如果我愿意等的话，对。可是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可能也不会再进了，不是会进，就是现在公司那边缺货。哦，那之前卖掉颜色是什么颜色？白色跟黑色。那不然就是如果说你
现在急着要的话，这个也可以，可是这个的话就是建议你穿在里面。它我如果想要包在裤子外面，它可能太崩了。要看一下，因为我平常裤子大概是这样子吗？对对对。也会有一些登山裤，那登山裤的材质就是比较薄一点，对对对，就排汗那样子。那就是你可以试的。好，因为你们比较推这个的原因是，更好穿，因为穿脱方便呐、啊。那因为有的就是像骑这种车的话，有的就可能穿个牛仔裤，然后他想要下来的时候走动是。对对，会，我就是这个需求，没错。对对对，所以就是会建议是这个。好啊，那个我就不试了。好啊，因为我上次有遇到很多重机骑士，他也是来买这种，对，因为他们都穿牛仔裤，对，就是好像不会说每次出去都要穿到就是整身的啊，或者是什么的，对，因为也会去登山、露营等等啊，有时候去溯溪走一走，就这样我就会比较理想，到时候我就骑完，我就直接脱下来，然后丢车厢这样子。然后这个就是穿脱会比较困难一点。这个的话，因为我看你裤子也没有很宽啊，所以如果你是 OK 的话，可以试试看。但是它就是必须一定要把鞋子脱起来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然后这个就不用了。不用。其实蛮喜欢的，可是颜色有一点没办法。跟膝盖是同个牌子。对对对对。他们家的护具是最好的。好，那这样我护肘就直接先戴好了，然后膝盖你再帮我定哈。不颜色的话，黑色好了。黑色，对，比较打你。刚刚在考虑要不要白的。要定哪一组呼吸？那个立头的黑色。这个越不会到，可能要很久，因为我们。就是我们下单到出货要三个月了，因为我们黄色、白色，还有大概还有个50个，对，还有100个的量。黄、白色还有是不是？还是没有了吗？没有了。还是没有了。没有了。都上黄色。太可怜了。哇，会不会还有找到一组？里面还好几箱啊。哦。哦，有啊。跟你讲一下的。好。穿的话，屈膝之后往上拉，这样。那你之后穿脱的话，直接开这边就好了。哦，错，好，我等一下直接穿起来好了。哦，好啊。那如果清洗上面还是有问题，可以问我。好，这是你嘛？哈，对，好 ，OK， 好，那就谢谢了哈。不用不用，好，谢谢。真的越野车的。胎的那个胶绝对跟那个胶会不一样，胶料不一样啦。那可是你拿越野车的那种胶料骑公路的话，那个磨耗，你可能一两了解了解。要换轮胎。有没有那种比较平均的产品？对啊，所以就没有。没有哈、有一好没两好这样子。因为东西一定是专用。像在网路上也常看到说，就是多功能车啊，即使想要去越野的话，其实不太适合，对不对？看路段啊，还有看本身自己的。基础观念啊，其实我们越野应该说零绕的话，就是比较，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讲究判断、啊，你要判断你行不行。最典型的就是大鸟啊 ，Venture 那个重的要命，大的要命，那国外怎么骑的也是照样骑啊。零绕很多是下坡，你下得去你要上得来，要跑是都能跑，就是说你怎么运用你现有的状况。像这种车，有一个好就是坐垫够矮啊，对啊，那其实你的重心算低的啊。我是蛮喜欢去山林里面，就是看漂亮的风景啊。倒也不是说很喜欢在那边就是飞啊，或是骑很快这样子。就是多骑，然后多认识，多听听大家的意见啊，自己要留一些判断能力，也不是说大家讲的就一定对啦。啊，当然也要看你适合你的方式。像我们有时候付费，我们去国外上课啊，你光一个背部。其实就有两种方式，就是我们的腰，如果有在运动的人知道腰一定要是直的，所以如果当我们弯下腰的时候是要是直的，要是这样。那我也遇过是叫我们用弯的，要听哪一个？两个都有，没错，两个都可以骑很快啊。
常如果建议十四十的话，我们都可能是用这个桶装的。还要换那个机油滤芯，有第一次换机油吧？对，然后这是我看他使用手册是说1000公里的时候要换，对，所以1000的时候来这样子。了解。这台是在台中暨联那边签的，那时候有先打电话来问啊，然后因为你们是 Kawasaki 的，那我刚好想要签的是 Suzuki 的，对，然后现在保养就觉得跑那边实在太远了，那就想说以后交给你们这样子。机油滤芯你们它的那个规格你们其实也都有是不是？零件都有。哦，因为我看他使用手册一直提醒说要用台铃原厂的那个规格。对啊。刚搬回来。回来之后发现说，普里竟然有一间那个做卡瓦萨奇做的还蛮大的这样子。可惜就不是 Suzuki， 然后那时候在想要买多功能车，然后考虑了一下，我就想说，那来签 Suzuki 的这台好了，因为它也算多功能车，算常青树的。应该会，它的那个协同可能，应该说它的设计的时间是有比那个 Versys 再长一点的。好车啊！哦，还可以啦齁。你们也有在卖小阿鲁哎？对，是普里人订的。年轻人吗？一个妈妈。真哦，真的假的？好酷哦！他自己要骑的。对。我们家好像原本就在骑车。就爱骑车的家庭这样。请问一下，我到时候要换空滤的话，要先跟你们讲一声哈，要订的哈 ，OK。签的时候才换。哦，他写很后面呢，他18000才要换，然后就差不多。然后让你们去订个货这样子 ，OK。老板，当初怎么会想到要在埔里开重机？我们其实我们家这边已经第三代了，有做过，我们家是全产品线都有。他只是说大车的部分是由我来负责的，自己有兴趣，所以你坐大车吗？对，会选择坐 Kawasaki 也是因为你就是喜欢 Kawasaki 的车子，蛮喜欢的。但是我们早期什么品牌都有做啊。其实以现行台湾各个厂牌来说啊，是早期开放就开始在做的品牌。你技师很专业，包括那个油量啊，然后。还锁东西啊，扭力扳手调数据，想不到普里的那个车行很专业。我们也是慢慢这样一直稳定起来，有很长时间需要学习、啊。做到现在大概第几年了？专门做这间店，现在第5年。其实也一段时间了。好，那之后再多麻烦你们了。不会啊，好不会啊，谢谢哈，谢谢。可以常来聊天吗？好，好好好。我有一个也很喜欢骑，也很喜欢机车文化的表哥，然后就住在我家附近。然后他知道我签多功能车之后啊，他之前有一点多的越野帽，他就特地说要拿给我。那等下去找他拿。嗨，嗨，英姐，张西哥，可以吗？你那个眼镜拿下来。等下要先戴下来。哇。1000块了，还蛮漂亮的啊。可是它这个，这个好像是越野车品牌哦。对啊，好像很有名啊。真的。还有我的头这一因为我也没有很熟。你戴不下哦。可以啊，戴得下。哦，你戴得下。对，我想说，你如果都戴不下，我应该也戴不下了。可以耶。可以耶。帅哦，你有那个风镜挂起来这一顶就很帅。哎、欸，然后有一点夹，有一点夹脸，有一点夹脸呀。他那个，他应该他等那个，这个是 XL 的，他的头尾是，对，其实可对，其实可以啦。而且他这是双 B 扣的。那我有越野帽了。你有变比较瘦哈？
我有稍微剪一点，剪一下，可是应该效果也不是太好。这看得出来啊。好好。不过要不要吃蛋糕？在吃蛋糕吧。才刚讲减肥的事情。我每次回来都会再增加体重，然后回去就要给他饿肚子这样。最近的长假都很多，所以好像糟糕了。对啊，这次有四天了。哎呦，上次过年都还没消，像慧玲明天生日。慧玲明天生日了，我们中午吃的。因为今天人很多，所以我们买大颗的。那你刚好有了。吃完的时候，明天再去骑脚踏车。要骑很远很远，骑不会。哇，好，太大了啦。不会啊，不会啊。就是因为那是老板都说要试戴十分钟呢。那个台中骑士馆的那个陶给牛机器人，就是说没有卖不出去的价格啦，没有卖不出去的产品啦，只是价格很不合适。就1000块就这样卖，而且有人一次戴3-4顶了，我们那个群组就有人讨论，他说他那个摩托车行像在我家附近的。然后就是刚好去买东西，有看到。之前还有。对啊，你有跟我讲啊，就是你那时候是骑到路口嘛，然后就看到骑出来的人，为什么都戴一样？但它花色有的很漂亮，但是我头不能戴。那个 size 不合。他那时候卖就这样子啊，然后丢在路边了嘛。大家都在试戴哦，很多人哦。然后就这里。你刚好有拍到照片。我还有那个。你是滑雪镜。滑雪镜，对。去，然后配起来还不错。像有点浓。谢谢。口味的，你吃，我还没喝过。口味的。那我也回去了，我家要吃饭了。好。你来载他，我请他。拜拜，你有回来是吧？回来，你我会跟你。对，我刚好回去吃饭。待10分钟啊，不然是不是有点夹脸？应该 OK 啦，反正夹一夹习惯就好了。那你这旁边你贴纸，这里再用那个除胶的吧，弄平。好。我还没有，那时候没有除。对，其实这个我再自己用就好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那你戴完的时候再拍照，下次看到这一顶帽子。对，你会看到照片里面有。双龙部落。不知道附近的人是不是都知道我要去哪里啊？漂亮，很漂亮。自己骑有一种感觉啊，然后我们这样双载又是一种感觉。6000哦，我有12000转，它有 ABS 也有 TCS， 我如果后轮撇掉的话，它会把我的动力拿掉。对。我会骑脚踏车来这里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这个就是会从那个日月潭的环湖公路的孔雀园出来，孔雀园停车场。不过这一条啊，也蛮多人知道的，所以有时候还是会塞。而且这里就是这种路，就是只要有一台龟车，你就很难超了。计程车在招客人的时候，也都会跟他说：“我有一条路不会塞，他就是都开这条。”孔雀园。对哦，这是很小路的小路哦。对，就填海。这就是孔雀园，然后出来就马上快到伊达邵了。有没有看到潭水很漂亮？大少，巴罗报，巴罗报，到巴罗报。李大少，巴罗报，这边是一个大
对，你要买什么这边都有。双龙部落就是从这边偷偷进去哦。我要去双龙部落，我不要在这里。OK。行李箱有没有？盘南。拜托哦，我有时候正中午的时候我是会见鬼的哦。就是我爸妈会在我家的餐桌上面放一个很热的那个菜盘，然后那个菜盘是自己跑来跑去。菜盘会自己移动，热汤自己在那边跑来跑去。要拜托我们是全家都看到，你家是木头桌对不对？我相信你应该知道那是什么原因。是，你帮我接话接的，我是以为你不知道这样子的。对，他就是孩子。对。我是没有弄他，我的车本来就这个声音哦。对啊，他也没有要让的意思。其实我遇到我会让一下。打马鸾桥哦。就是要去部落。吃中餐吗？对，想先去看一看，然后等下再来，可以吗？哈，这个就是双龙林道哦。我这台其实就是跑林道而生的，可是轮胎现在轮胎是不对的。但是你也知道，一个车子影响它最重要的就是先从轮胎开始。这边我就没来过了哦，我之前骑大洋就没来骑这个。哦，我意外的走到一个栈道，我本来不知道这个景点，等一下不要走一走。这里是个好地方，这里赞哦。马告山猪肉，山猪肉在地的，好啊，那就你建议的炒饭，然后汤、山猪肉汤这样子，好，谢谢。为什么会想要叫做天使厨房？因为我们原本这边是一个神父住的，神父室。天使厨房的山猪肉，吃吃喝喝。马告的，马告的口味，对，它是马告，对，马告，对，然后还有一点柠檬的香味，它那个就是它马告里面它本来就有的那个味道，这不是另外加柠檬的，不是，它现在正在开花，这水果没有，看到水果了吧？它这个小小的一粒一粒有没有？在那个枝干旁边那个黑黑的，没有，绿色的、绿色的，它那个还会再大大概两到三倍，就会这样圆圆的，然后把它晒干以后磨成粉，对，其实它整颗也是可以下去调味，熟了也会变成黑色，可是我们是尽量就是说它快要变黑的时候把它采收下来，因为你如果说掉在地上，那个又有一个卫生的问题。大概是什么月份的时候可以采收？大概在七月份吧。大颗的这个，对，那颗还在开花了，它花还没谢，可是它又有分公母啊，母的才会长果子啊。那这颗是开花的，是公的吗？母的都会开花，都会开花。可是我忘了，好像是这一颗是公的还是
可是如果是弓的话，它应该我们那时候不会锯。那像上面锯很多木头，那是什么作用？没有，那个就是我们上次学校在整理，然后它那个三四十年以上的那个什么，相思树，还有一些那个香樟，那就拿上来。啊，就我们有时间就慢慢去看，把它加工还是说怎么样？那就刚在烧啊，闻到那味道很香哎，那个香樟，好吃哎，